上一次我们谈到了这个美国文化里面的社会身份与人际关系。我们今天来讲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如何面对问题，以及在竞争中的合作。面对问题，英语常有一个说法，是美国英语叫 "face up to the music"。就是要面对音乐，它怎么来的呢？就最先在演出的时候，这个有些年轻人呢，比如说年轻舞蹈员、舞蹈演员怯场，但是呢，音乐一放出来，你必须出去，这个叫 "face up to the music"。那么导演和场记马上叫你出去，马上出去，叫面对音乐。说这个词后来转译成面对现实。不管现实多么的严酷，美国人总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面对现实。举个例子哈，他们到医院去检查，他们希望医生把结果告诉他们自己，而不是只告诉家属。他们自己要承担，不管这个现实多么的残酷，可能检查出来是癌症，他要问医生，叫我能不能治好，怎么治，或者说我能活多久，这些是必须面对的。那么面对问题，接受挑战，这本身就是在美国社会是一个人必须应该拥有的一个性格或者是禀赋。一个成功的人的要素也是这么要求的，就是你必须要面对现实，接受挑战。美国人总喜欢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去找问题背后的原因，把这个原因找到之后尽力去解决。所以面对问题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啊，不管这个问题有多大，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美国式里面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人是自己的主人，做出决策或采取行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人是自己的主人，这个是普遍来说在美国文化里面是存在的。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做出抉择的自由和权利。举个例子，在婚姻问题上，美国年轻人是自己决定，自己命运，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事情。当然我们不排除有一些家族，比如说大家族，为了大家族的利益，那必须是要服从家族的安排。这个西方文化里面也有，比如说英国，这个英国王室的那个婚姻，那可能就不能完全由得做个人来安排，个人来决定。我这里面说的是普通美国人，普通美国人认为这是自己的事情。第二，比如说我们说自己的工作我自己决定，父母是很少能够影响到自己的儿女做决策。我遇到的很多美国学生，父母可能希望他能读到博士，但是呢他本人不想读到博士，这父母也不会强求，也不会天天唠叨批评他。他知道年轻人有他自己的理由，或者他所面对的情况跟老年人想象的情况不一样，这他互相都能理解。我还遇到过学生，就是在川大我教的外国学生，都妈妈级了。我到班上去的时候，我以为他是带队老师，但幸好我先没说，因为我懂外国文化，我不会随便贸然的问，我只说大家签签名，自我介绍。他一介绍我才知道他是学生，我也没感到惊讶。我知道在美国任何时候都可以读大学，任何时候都可以攻读博士学位。然后后来下课他就给我交谈，他50几岁了，跟我年龄差不多，他来读本科。他为什么要读本科呢？说他年轻时候是在农村啊，那个时候忙着生小孩干农活，他年纪轻嘛，那农村美国农村结婚也早，他18、19岁、20岁就有小孩了，哪有机会去读大学？
他就帮着父母打点农村的事情，农场里面。等他小孩都出去工作了，他发现他有个需求，要读大学，他觉得他要完成他的梦想，他就申请密治安州立大学，密治安州立大学居然把他录取了，所以他就被交换到了四川大学来，然后来开我们川大给他开了一门课，就是给他们那个班开了一门课，那就是中国历史，学得很认真。考试的时候我还以为可能他这个很难背啊，中国历史，结果他在班上还是中等，还有几个不及格的，这不及格的还不是他，是几个年轻人，还有几个华裔美国人。所以我就对那个华裔说，我说你看人家美国人学中国历史都超过你们了，你们还是属于第一代华人，因为我知道他们背景是第一代，也就是说就是他们这一代移民到美国去的，那么他们中文都很好的，但是历史都没考过，说这个是我亲自经历的，这是关于第一点。好，第二点，通过自己的努力，人可以做出改变。美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叫 "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 你别看这句话，这句话意义很深的。表面上啊，我们学外语的中国人不懂它的含义，你如果翻译出来，你可以做出差别。实际上的它的意思就是，你经过你的努力就能改变 ，You can make a change。这个改变可大可小。举个例子哈，这是我也接触的美国年轻人，比如说他很担心这个考试他不及格怎么办，他就要跟教授沟通，美国人这方面很实际，他提前跟我说，老师啊，历史很难背，我反正尽力而为，我呢还是希望分数高一点。当然我作为老师我肯定说，我按事实实事求是来定你的成绩，但是美国人懂，他不一定不能改变我，就他这句话在我脑子里面留下印象，知道吧？所以我约他去卷的时候我有点关注，我关注就是说，如果他考得还可以，那么我肯定不能给他打低了，实事求是打。如果他考得有点模棱两可，举个例子，59分和60分，这两种分数都可以给，58分到60，那他那句话就影响我了，就影响我。这个我经常在给中国学生讲美国文化的时候，我给中国人说，我说这个要学美国人，叫 let me try， 什么先试一下，你怎么知道别人不同意？而且还有一部美国好莱坞电影，我也经常在课堂上讲这个他的理念，叫小鬼当家。这小鬼当家有个小孩啊，有一天晚上不是出去，那个小孩就遇到个老头，那老头蓬头垢面在森林树林里，把他吓一跳。结果他问这个老头，你在这儿干嘛？老头说，我是你们的邻居，那前面那个房子就是我儿子媳妇我孙女的房子。这小孩子说，那你为什么不进去？他说，他们不喜欢我，我就不去了，但是我很想我的孙女，我在这看看就行了。然后这小男孩说，这小男孩才8、9岁，他就是小男孩说，如果我是你我就要进去，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拒绝你？这老头想了一下，有道理，没说话了。好了，这部电影就到了最后一个镜头了。最后一个镜头，这小孩就到教堂里面去祈祷，走进去就看见这个老头牵着他的孙女在这儿祈祷。这老头就给他眨个眼睛，问他好，因为都在祈祷嘛，比较安静。这小男孩走近那个老头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很有哲理。这句话这样说的：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试一下没错吧？这老头说：你很正确。我们知道西方的电影对话很精彩，就在这儿，就是他中间很有哲理，他比你说破，但是我们会看电影的人就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好，这是第二点。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改变一个人的现实的唯一方法是面对现实。美国人知道要改变现实就必须面对现实，改变现实不能沉醉于过去，
沉醉于回忆，好汉不提当年勇，我辈不提祖辈难。那么面对现实就可以改变现实。同样，我们要改变现实，我们也不能期望于未来。为啥呢？叫上次我不是唱歌一首歌吗？未来是怎样就怎样，未来我们能够预测吗？未来能改变吗？中国不是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吧，就是你的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面对现实主要还是对于当前来说，美国人的思维具有现实性、操作性啊，非常讲有效性。对于遥远的未来，他们不想去想这个问题，但是近期将来叫 foreseeable future， 这是他们可以去做做计划的，但是他们最重视的是现在。所以这个改变现实，那你就必须要面对现实，不能面对现实是不能改变现实的。第四点，想法应该付诸实践，因为行动胜于雄辩。英语有个谚语叫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叫行动胜于雄辩。美国认为你有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要改变世界，改变你的现实，你的想法必须付诸实践，叫 put into practice， 这是他们经常说的。举个例子哈，两个人谈恋爱，年轻人互相都非常爱慕着对方，但是两个人因为客观原因在异地，怎么办？美国人就不想受这种苦啊，我想死你了，你也想死我了，直接买个飞机过去，我想他我就跟他在一块儿，这就是他们的行为方式。我有一次在跟美国人讲课的时候，包括欧洲人，还有几个欧洲人，我讲到了这个走西口，这个中国文化，因为他听的我的是中国文化，里面有一首歌，我就顺便唱了一下。这首歌这样唱的：哥哥你走西口，我小妹妹是在南流，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是在南流。这美国人马上提个问题，既然感情这么深这么惨，唱得流泪了，为什么不跟着一块儿走？我一下就笑了，我说没那么简单吧，我们中国文化没你们说那么简单。首先我们这个是说的是传统社会哈，不是现在。传统社会嫁出去的女就泼出去的水，叫 married out daughter poured out the water。我说这女孩子嫁到男方家的时候，她叫侍奉公婆啊，而男孩子她要出门，那么中国有句话叫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一般来说在古代，这个做儿子的要离开父母，父母还在要离开父母，必须有很大的理由。这个理由第一异地做官，第二科考，第三外出打工挣钱。对了，走西口是外出打工挣钱嘛，那么他挣钱去了，这个媳妇就应该待在家侍奉公婆，这叫孝，这是很重要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宋代之后，我有很多这个正式家庭哈，贵族啊，这个古代那些家庭，士大夫家庭，那些所谓良家妇女，那是要裹足的，裹了足之后怎么走啊，怎么跟着走，你还该要个马车，那费用更大，本身就出去打工没钱，说不能跟着走。第三走西口，西口那个时候多危险啊，强盗出没的地方，你一个人男的出去还稍微好一点，再带个女的不是更危险。好，一听到美国人就明白了，哦，原来这么回事儿。他们如果不知道这个背景、文化背景、经济背景、社会背景，提这个问题就纯粹是美国式思维。那么第五点，在任何行动事件和问题的背后一定隐含着动因。那么美国人相信任何一个事情背后都有原因，就是因果，他们非常相信因果。
有原因。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句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一种必然因果关系。他们相信问题怎么解决问题，面对问题首先找到原因，找到原因，把这个原因排除之后，问题就解决了。那么当然我们中国也有道教文化哈，我们道教文化有一个说法叫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这是你要给外国人讲这个哈，悟性高的人他能懂啊，悟性不高的人很难懂啥叫无为。无为是不出事儿，不是。但是我们道教文化确实有这种文化在里面，叫天下事了又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天下的事情你本身可以你去不了，是吧？你本身要去故意去了，了不了，然后你就知道干脆来个不了，他就自己了了。这是我们东方式思维，尤其是我们远东这种思维，叫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句话看这什么情况就要用，如果这句话用泛了之后哈，那就有个问题了，就是我们人该不该去面对问题，该不该去解决问题。如果天下的事情都能自然了了，还需要我们人去奋斗干嘛呢？所以那个话不能泛用。那美国人他更不相信这一套，他认为有了问题就要解决问题，我身体有毛病我就到医院，医院去找医生解决问题，他不会自动好。这就是他们的思维。在面对问题的时候，美国人总喜欢刨根问底，喜欢找到原因，就像上一段我讲过的一样， Who is to blam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他们要找到原因，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认为美国那种直截了当有时候还是比较粗鲁，尤其是欧洲人，欧洲那边的文化呢，它有贵族传统，说话委婉啊，相当委婉。美国呢要直接一些，所以他们常说叫 direct， 美国人讲 direct， frank， 直接啊。你到他家里边去啊，他会跟你说，哪怕你是第一次去的朋友，他就直接说，饿不饿？ Are you starving？如果你客气，你说哦不饿，他问第二道 ，Are you sure？ 然后你说 I'm sure。如果你敢肯定第二道，美国人不问第三道，你别客气。那么在美国他会这样说：如果你饿了，那冰箱里面有东西，打开。OK，If you are starving， open the ice box， there is a food there， get it， 自己去拿。就是美国很多家庭都这样子，很随意，啊，很随意的。所以这就是他们很直截了当的。我跟他们一块儿出去旅行也是这样的，他车子后面装的有很多饮料，然后他的小孩给我说 ：“Mr. Zhou， Are you thirsty？ 你口渴吗？”我说不口渴。No。Are you sure？ 肯定吗？我说肯定。然后他加一句：“如果你渴了，你就吼一声，我这儿有水。If you are thirsty， just yell it， yell， just yell， 吼一声 ，I have a water here， 我这儿有水。”这就是他们小孩，9岁10岁的小孩都是这样说话的。那么美国人在考虑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不喜欢中介，不喜欢找个中介调停人，不喜欢。他们喜欢面对问题，直接找到这个人当事方来询问，啊，不会不好意思啊，找一个中间人带话。比如说我爱苏珊，但是我不好意思，我找个人去给苏珊说一下，我喜欢他。美国人不喜欢这一套。苏珊如果感觉男孩子是这样委婉的，这苏珊不喜欢这个男孩子，他喜欢勇敢的，直接面对的，啊，所以不要怕拒绝的。这个我记得，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数学家得个诺贝尔奖的纳什，他讲博弈论就用在了这个婚姻上，很有意思。我这儿没时间把它展开。那么。我刚才说美国人他不喜欢中介，啊，对于问题的解决哈，他喜欢直截了当，啊，直截了当。那么这里面又有几个理念，美国人在面对面必须要面对面沟通的时候，他们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面对面的双方哈，必须是持有善意，我们才能面对面沟通。如果有一方是恶意，有一方善意，那根本没法沟通；两方都是恶意，没法沟通。第二，就是在分歧和矛盾实在
不能达成一致的时候，大家的争论至少要局限在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超越问题，更不能对对方的人格进行侮辱。就是说我们讨论问题，争论问题，就问题本身不能争论的就开始骂对门了。那么相比之下，在东亚文化里面，在阿拉伯文化里面，在一些拉丁美洲文化里面，他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呢，人们采取的方式往往比较委婉、间接、不直接，这点跟美国人的方式还是有差异的。美国有一位日裔，美国学者，他的名字叫 Taki Sugiyama Libra， 他就对这个在美国的日本人和在日本的日本人都进行了个总结，就他们面对问题，他总结了8点，就迂回解决问题的方式。我看了这些方式哈，我的感觉就是东亚人都有这个特点，越南人也有这个特点，还不单是东亚人，我们大概都差不多，儒家文化圈都有这个特点。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人就没有这个特点，但是这是典型的亚洲方式，不是典型的美国方式。也可能你在美国会发现个别美国人也这样，但是大多数不这样。好，这8点，我依次讲一下。中介交际，他就是故意让第三者将性质微妙的信息或情况告知有关对方，以保全自己的面子。其实我刚才已经举了个例子了，我喜欢苏珊，但我不敢直接跟他说，不敢直接求婚，怎么办？我找个第三者去跟他说。美国人一般就直截了当，直截了当去找到这个女孩子，把她约出来到酒吧间去坐坐聊天，直接说。第2点，折射交际。折射交际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指桑骂槐啊这类，也就是故意把要说的话说给对方听，是让在场的第三者听见，故意有点隐射啊。比如说我在办公室里面，我笔记本电脑丢了，我对办公室的一个好朋友故意谈到这件事情，但是我要让第三者听见，因为我怀疑就是他干的，但我不好直接说。我怎么说呢？我说嗨，你不知道现在的人简直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的手提电脑搁在办公室都丢了，居然让第三者听见，第三者不好接嘴，因为一接嘴你心虚啊，我也没说你，这就叫折射交际。第3点，代表扮演，某个人扮演成另一个人的代表或者使者，其目的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是我不是我去解决问题，实际上我帮一个人去解决问题，我扮演成另外一个人的代表去的，但那个直接的人呢不好意思来，或者为了保全面子害怕丢面子，就找第三方啊。这样吧，在法律上也这个有点像，就是比如说有头有面的人哈，大明星、大腕、大官，遇到法律问题、诉讼问题，找律师代表去见我的律师，他不愿意跟你当面的吵架啊、什么争论啊，他要保他的面子。这个我说的不是法律层面，我说的是日常生活习惯。这个呢，亚洲人、阿拉伯人采取的方式要经常一点，比美国人经常。第4点，自我交际。自我交际就是故意把自己的日记啊、笔记本啊、什么信件啊，暴露给对方看，给别人一个感觉是不经意之举，实际上是故意的。举个例子哈，我爱一个人，我写了一首爱情诗，我不敢献给这个女孩子，我故意写在笔记本上在那看，然后打开，我去出去办点事儿，搁丢在办公室，打开我知道那个女孩子就在办公室，她会也不是故意的走过去顺便看一下这笔记本上啥，哦，周老师爱我，
这个就是自我交际啊，说东方人喜欢这样抱拳面子。现在第五点，性寒交际。性寒交际跟刚才那个自我交际有一点差异，有一点相似。它唯一的差异就是我靠信件寄过去，就是寄给对方，但是我不敢直接跟他说，提出要求，比如说我要找他借钱，不好意思，怎么办？面对面害怕尴尬，他拒绝我怎么办？写封信，发个 email， 发个微信，这样的话他发回来，我们至少脸面上没有尴尬啊，他拒绝了，哎，比如说我说我很爱你啊，一直爱慕着你都好多年了，那女孩子说，哎呀，对不起，你早点说就好了，现在我给我男朋友准备结婚了，你也不知道他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有一点他帮你拒绝了，这个是肯定的，但是他保了一点面子，如果当着跟你说搞得你很难堪，如果再当着第三者还有其他朋友在场，那就更难堪，所以这个交际方式就叫性寒交际。第六点，预期交际。预期交际的意思是一方被期望关注和顺应另一方尚未讲出来的要求，一方被期望关注或顺应另一方，也就是说我要提一个要求，我基本上能预测着你会答应我的要求，我才会提出这种要求，那么基本上我把你的心理都揣测了，然后我才提这种要求，然后这个要求提的时候提出来，然后我试着来，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得寸进尺，就是我试探着来，我按照你的期待就提出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我估计你多半会同意，这是一种预期交际。第七点叫仪式主义，就是在人际交往中某个人准备一项策略以逃避和控制可能出现的尴尬局面，这我举个实际例子大家就懂了，比如说老王给我闹了矛盾，我要去找老王质问啊，他是啥意思，但是我又怕当面找他的时候我们两个发生冲突，发生冲突了之后呢都难堪，还有我打不过他，如果老王脾气很暴躁打了我怎么办，对了，这个时候我叫个人跟我一块儿去，这样既能保存面子又能避免冲突，比如说老王要给我动手的时候，我那个朋友肯定要在中间劝，至少是劝架，哎，别打别打，怎么能打呢，光说嘛，别打嘛，讲理嘛，然后我呢更容易理直气壮，我还更容易表现出我男子汉气概，老王你以为我怕你啊，要打就打吧，我知道打不起来，关键是我知道打不起来，这叫仪式主义哈，叫 ritualism， 英文我都知道，这个学者他研究的还是比较透，这是第七点。最后一点第八点，行为谨慎。行为谨慎啥意思，就日本人喜欢以非常低调的方式去跟对方沟通来解决问题，就是先很低调，先以道歉的形式，对方更容易接受，不显山露水，不显霸气，一来就鞠个躬，嗨，哦，还有ございます。如果这样的话哈，你就觉得这个人找我解决问题很谦和的嘛，就很容易解决一些问题，而不是直接来就说，哎，老周，我今天来找你问一下，那天那个事情怎么回事，一下就冲突了。说日本人常常用一种非常低调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意思，然后慢慢慢慢进行沟通。有句话嘛，说得好，就是有人研究这个日本这个民众，就说他们的平均寿命为什么在世界上都是最高的之一呢？有句话说，他们是低调的奢侈，他们对吃的东西非常讲究，但是你看他们桌子上的东西并不豪华，每一样东西都是很小一个碟子，但是都是均衡膳食，
我访问过日本，我感受得到日本的食品的这种讲究，而且它不夸张，并不是在桌子上摆着大鱼大肉，我有吃得不得了，它不是，是低调的奢侈，这个是我看外国书看到的，所以我非常赞同这个话。如果要长寿，真正可以向日本人民学习，啊，就是他们在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习惯和餐桌上的就餐习惯上，非常值得各国人民学习。我的美国学生去访问了日本回来都说，美国在这方面都不及日本。那么刚才我总结了这个日本人嘛，东亚人这个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迂回保全面子的这种策略，这个当然这不是我说的话，这是日裔美国学者说的，这叫 Taki Sugiyama Nebra 他总结的。当然美国人并不是说这八种方式他们都不采取，也可能美国人要采取其中一个或者两个，但是这八种方式不是典型美国方式。我只是想说明这个问题，观众和听众大家千万不要误解，不要以为这是美国人没有这种方式，或者说我们亚洲人就没有直率的方式，有，但是美国是直率，不是我们典型的方式。还有一点就是，美国人对于做错了事，他们喜欢马上纠正，不要老是去纠缠，浪费时间在做错的事情上。面对问题，其中有一个很重要有效的方法，就是不要老是把时间浪费在做错的事，去纠缠那些做错的事，马上找到新的方案去纠正、去解决，啊，去面对新的问题，找出新的方案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才是美国人面对问题的真正方式。现在我们就讲下一点，就是竞争中的合作和合作中的竞争。世界上所有的生命形式实际上都存在着竞争。按照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看法，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按照自然法则在进行，那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是在社会法则里面，毕竟跟自然法则还是有区别的。那么我们美国文化里面讲竞争，同时也讲合作，这很像我们古人孔子说的和而不同。和而不同，那么在美国文化里面也能发现，也能找到。美国人实际上他每个人都是非常有个性，个性都很强的，但是呢他们尽管有个性，在集体中间他们要遵守一种规则，如果这个规则没有伤害他的尊严，没有伤害他的利益，他就可以加入这个规则，大家一块儿来行动。他们知道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事件是一个人不能完成的，必须要大家合作。那么合作就需要合作精神和尊重游戏规则。所以美国社会充满了竞争，同时你也能看到合作。那这点有点像你看美国的美式橄榄球一样，美式橄榄球它是一个群体活动，但每一个队员都可以发挥它最大的价值、最大的潜能，但在你发挥自己潜能的时候，别忘了群体的规则，不能完全按照自私的考虑来进行这场运动。那么在有些文化里就不一样，比如说哈，这个在美国文化里他也讲妥协，这个肯尼迪有句名言叫 No compromise, no politics, 叫没有妥协就没有政治。而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把这两句话连起来想的话挺有意思的，叫妥协实际上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是必须应该采取的一种态度，不管我们多有个性，不管我们多坚持自己的东西，但是在集体活动中我们要学会遵守规则，有时候在必要的时候还必须要妥协，牺牲自己的那点东西才能给大家合作。
活着是为了完成一件事情，完成一件任务。如果说在这种合作的过程中，美国人认为他的利益受到伤害，或者说根本他的利益没有被根本的考虑，他会毫不犹豫地离开这个群体，独闯世界。这就是他们对合作和竞争的看法。那么在合作中，尽管我们之间都有差异，但是在面对共同规则和共同任务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地方，差异不重要了，重要的事情我们完成这项任务。好了，这使我想起了印度教育家和宗教哲学家叫塞巴巴说的话。塞巴巴说，愿意与他人的生活方式妥协，或者说愿意与他人合作共事，这会使得生活更加愉快和富有成果。在美国文化里，它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并不是赢家通吃，然后输家就完全输完了，或者说我们说胜者为王，败者寇。他们在体育活动中，在学术竞争中，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竞争中，他们都持有这种精神，合作精神，就是赢家并非通吃，赢家只代表你在这个阶段你取胜了，它并不代表你永远取胜，输家也不代表永远输掉了，它只是暂时的失利。只要我们每个人努力奋斗，努力朝着自己目标，然后我们在与群体合作的时候调整自己的做法，我们也能取得自己的成就。这就是美国人对这个妥协的看法，对合作中的竞争，竞争中的合作的看法。